虽然他一天到晚冷着张脸，脾气也臭，还喜欢管教人，但其实和叶灵霞一样的，喜欢保护人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就是有点闷。要不要我带你去街上透透气？不用，我自己去花园就行，我现在就去。再好也与你无关。巧云说的没错，小丸子，你别想来蛤蟆吃天鹅肉，离他远一点。